中了。珊瑚章钓友吗？路亚啦，蒙鲁啦，黄色的，我跟你讲，钓什么手竿？踢笑！哦，甩路亚给你看，搞不好一发就中了，信不信？看好哦，一发。一直咬欸，有啊，一直咬，不是卵虫，狂咬，欸，掉了，你看，那直接把尾巴吃掉，你看，操啊，我用今天这风太天，要不然热风天起来钓鱼。又是一直在摇，钓不到啊！啊，你的手竿呢？中了，黑子，安泽，红草呢？对啊，新邮票哦。啊，你的新邮票，帮你去一张，来来来来来。中嘞吼，话才大声嘞吼吼！你好，我钓鱼实力。你个屁呀！你个屁呀你！Nope。那你赶紧往我去前面啊！啊，要去吗？好，算了，去好了。好，我来这里搞，那边给阿伟。这里试一下。你有靠到啊？先找鱼了，找到鱼群，接下来就容易多了。跳跳，前面有一个大水花，试一下。水，哎呦，被鱼笑了。来了，哎，掉了，靠，哎，你中了，中什么？会冲吗？我看，发到哪里？上颚，那就是正吃啊，这样就算正吃啊。拿来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哦，好大只呢！
那个不要夹，不要夹，它会受伤。你用 VIP 哦？对啊，嗯，选这个了。那个夹不起来，它嘴巴会破掉。慢嘞，好不好？你慢慢拉过来看。杆子，杆子，你先放长一点，先，你直接先被按下去。好，来来来，走走，你先放线，你杆子，走走走走。哦，哦，啊，夸张嘞，先把钩子解掉了。本来扒你要电你的，结果被你电了。你干嘛？你要塑胶袋干嘛啦？拍照啊！飞机，我以为你要带回家吃嘞。来，这样够大吧？等一下，你要这种 VIP 吗？不要。我是勾到东西还是中鱼？对啊。感觉是勾到东西呢，不会冲啊，注资啊，啊死，被阿伟屁去了啦！今天，整天的，中了。什么东西？你有看到吗？不过也不会这样冲啊，还好我现在是顺流。鱼夹来，鱼夹来。哦，点扣扣。啊！哎，还在，还在。哦，很硬欸，啊，怎么不会起来啊？他跑下去了，完蛋了。哦，那你就拍右。哦，不要那么紧好了。啊，掉啦！看。钩子开掉了，你看，铁板钩呢？看铁板钩开掉哎！这里来一下，跳，跳，哎，掉了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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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，这应该是无锅鱼啊。手感就是无锅鱼，真嗨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什么？小武昌。可以的啦，可以的。啊，那手感是无锅鱼。我丢你旁边。跳沉底，跳跳跳跳，你又中了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怎么可能？你太夸张啊！这个掉下。无锅鱼啦，不可能哦！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正吃呢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八条是正吃啊，看无？八条哦，还啥？还什么？乌鱼啊！乌鱼、啊。这个假？哎、欸，真的乌鱼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羞憨呐！
各位，今天状况如你们所见，是真的彻底输给这小子了。这小子久久出来钓一次，居然今天运气这么好，钓到一只红草，还有那个什么梗鱼啊，两周正吃啊。啊，那个乌鱼也很扯，这里呢，台中呢，有够扯的啦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。来，拿着给你。别。哦，这只也很大只呢。还好。我要干，慢走。